超级挑战赛啊，谁要是能把鸡蛋装进瓶子里，奖励8000元现金。嗯，小嘎子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嗯，这也太简单了，三句都挖不动回，鸡蛋给我。100块钱参与费，100还8000，值。给你100，把鸡蛋给我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怎么装不进去呀、啊？要是每个人都能装进去，我不得赔死了。这分明是在骗人，根本装不进去，退钱。哎，老大爷，我告诉你，真有人装进去过。8000块钱，我一分没少的给人家了。他是谁？把他叫过来，当面装给我看看，不然就退钱。我说老大爷，你怎么这么能抬杠呀？再说了，你都已经参与过了，怎么还给你退钱啊？你要想继续装，你再给我100块钱，再给你100块钱，给你个毛钱，分明是骗人。哎，你马上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哎呦，我真是坏人变老了，这，哎呦，我真服了，鸡蛋都给我整脏了。超级挑战赛啊，谁要是能把鸡蛋装进瓶子里，奖励8000元现金啊！来，大哥，你在这瞎喊叫什么呢？跟个牲口似的。哎、街坊邻居都不午休了。你会不会说话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是超级挑战赛，你要是能把这个鸡蛋装进瓶子里，我奖励你8000块钱现金。真的假的？骗你，我是牲口。啊，那我要是装进去了，你可不许耍赖啊！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那把鸡蛋和瓶子给我吧。你还没给我参与费呢。多少钱啊？100块钱。输了一分都不少。哎，大哥，明天你还来这儿吗？明天我还捧你的场啊。明天再说吧。哼。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？你长这么一个半仙，这亏大发了这，什么玩意儿吧？哎。